is not only a place with beautiful scenery, but it is also the home of many overseas Chinese. Many great entrepreneurs were born here and they created their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through the decades. Today,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some of them and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stories. Hello, Viviana. 很高兴在中国见到你，很高兴认识你。周总，你能和我们说一下你在国外的创业经历吗？对，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南美洲的巴西圣保罗，有过短暂的一段生活跟工作的经历。我在巴西的时候，我感觉到接下来的这几年，我们中国的这个发展应该是潜力最大。 而且发展应该态势是最好，所以后来我在巴西就待了几个月，就依然放弃了在巴西非常好的工作机会，回到了我们中国，开始在中国创业，开始在中国经商。那你回到家乡后，对于家乡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我回到中国以后，我觉得中国这个我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中国在这几年整个社会特别稳定。 然后经济发展的这个政策也好，国家对我们这个创业这个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发展机会非常好。然后中国这几年在基建上投入很大，尤其是我们的高铁成为了中国的基建神器，高铁的建成大大给我们的这个在全国各地的这个经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你在家乡鹿城是否有独自的项目呢？是的，我们今年的4月份刚刚联合了温州鹿城的康奈集团，康奈集团是一家有41年制鞋经验的鞋企，还有我们华城泰和影视公司，我们组了一个联合体，然后在抖音电商官方的授权下，在温州建立了温州第一个抖音电商的直播基地，同时也是全国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 抖音电商鞋厂也直播基地，这个基地的建成将大大的促进了鞋企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数字化改革这个进程，将大大的提速，同时也助力我们温州鹿城从世界鞋都迈向国际鞋都。你对鹿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温州鹿城是一座 有悠久历史的、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非常有经商活力的城市。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我们鹿城区要做好历史文化的挖掘发扬，那么让我们的这个文化内涵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As Mr. Zhou has mentioned culture development, the next interviewee today is an architecture designer whose works reflect the cultural aspect of this city. Fang 老师，请您谈一谈你在法国的经历，国外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好，法国的经历我觉得真的很丰富，我是从02年。 去法国的，然后在法国待了7年，到了这个法国呢，我觉得他们的教学的理念跟我们国内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巴黎就像一个图书馆，我经常跟朋友讲，它能够让我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也学到了很多。那么它对我的影响，最主要的我觉得自己，可能在巴黎这样的一个图书馆里面。 找到了我自己，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请您介绍一下您在温州的作品，您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什么？我在温州，从09年回来，做了一些改造的项目，比方说这边的浙江串园、米房、道尔顿，包括现在新建的一个泽雅龙溪艺术馆。 我们就说说米房吧。米房它其实是一个，原来是个面粉厂，在瓯江路上面，那么相对比较封闭。后来呢，将它做成一个对社区开放，甚至对整个温州开放的一个创意街区，里面有咖啡、有酒吧、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商业的项目。那么
大家来米房参观或者玩的时候，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米房原有的建筑的骨架啊，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认识米房原有的空间，是这样子。那么泽雅龙溪艺术馆呢，它是目前温州第一个用清水混凝土做的一个艺术馆。这个馆开馆之后呢，也很多人去那边玩，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老师，你怎么看温州的变化，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温州从我2002年出国到2009年回来，再到现在这12年的发展，还是看到它非常大的变化。从城市角度来讲，它的交通做得非常好，规划得很方便。我也看到了我们城市的这个空间，包括街道的这种建设，特别是我自己能够参与到温州城市建设和更新的一些项目，感觉好像我们的建筑应该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的生活方式。未来的期待是希望我们的城市会延续这样的一个规划愿景啊，它会走得越来越宽。也希望我们的项目，包括其他海外留学的这个学子，他们做的项目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Today's interviews are really impressive. The entrepreneur stories are pretty fantastic. Their entrepreneur spirit also gave me great inspiration. Hopefully, this video can motivate more people here in Wenzhou to create their own business stories in the future.